展现了二十年代初发生在买办资本家周朴园公馆里的一场摧心裂肺的人生悲剧。周太太樊姨因不堪忍受丈夫的专横与冷漠，与大继子周平发生了不伦的暧昧关系。当她发现周平与女佣鲁四凤热恋时，便对四凤进行了一场旁敲侧击的盘问与试探。请大家欣赏《盘凤》，由赵淑霞、陈文一为大家表演。
是沪剧传统名剧，讲述了童养媳阿碧大在婆家受尽婆婆的虐待，不许回娘家的故事。请欣赏由顾慧华演唱的《雌老虎自叹》，请欣赏。三个人记得了他家
这通南城西马步，是行政凑巧，陆家石有个陆家湖，新鲜男人站在一通，有个十三岁的侄女叫阿比拉多，我那位侄子娘一套户口的。王奎进京赶考得中状元后忘恩负义，桂英接到休书后到海神庙哭诉王奎罪行，自缢身亡。最后判官差派小鬼活捉王奎为桂英报仇雪恨。王奎由吴锦鸿扮演，焦桂英由何贝扮演，请欣赏。就喝杯，看，Thank you.
是死因嘛。
记得深夜苦读在你
我对天明是明是。Thank you.